喂，晶晶啊，晶晶恐怕不行了吧？那行，你要是联系上给我打电话。好，拜拜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啊，我说啊，今天星期六中午我想请。喂，嘿，还真联系上了。那行，你们取设备去，一会儿咱们台门口见。好，拜拜。说什么？我说，我想请你。喂，哎，你大点声，我这特别乱，你再说一遍。你有事儿啊？那我先走了。啊，好，我马上到。老陈，你们看，病人的胳膊上和肩背部都出现了这种不规则的皮肤溃疡。其他几个医院鉴别诊断的情况怎么样？正在抓紧鉴别，皮肤病、麻风病、化学中毒、某种性病都有可能。哎，据检方指控，2002年6月，温州市经济开发区滨海园区启正市政工程第二标段向社会全面。你是在看电视节目？是啊，上海建工集团总你是不认识我还是不认识电视机啊？七家单位被确定为参加最后。上班期间只能看跟疫情有关的新闻，看电视节目可是咱们头最讨厌的事儿了。沈鑫，并由其中一家起草签订的投标报价。我也知道他叫沈鑫。由武汉市市政工程总公司温州分公司经理。咱们投了新女朋友，我倒，咱们头什么时候跟他好上了？都认识一个多月了。他们的关系啊，已经就此事做一下点评。这事儿不能跟你多说，反正咱们头这次挺认真、挺投入的。我得好好看看咱们未来的。好，刚来的全真。你们俩在看电视。哎，怎么不看了？是他。我。哎，赶紧去碰碰情况。就是全国最大市政工程串标案，众被告人被控刑罚新罪名串通投标罪。案发后，各投标单位的代表已经将所收的好处费全部的退出。据介绍，看什么呢？本案至少需要2天的时间审理。嗨，你回来正好，咱们去碰碰碰来。大夫，你说我头天晚上睡觉还好好的，怎么一早上起来就变成这样了？那你有没有吃什么不常吃的东西，比如说海鲜什么的？没有啊，那我天天跟我老头一块儿吃饭，要是吃什么不好的东西，他怎么没事啊？那谁知道呢？嘿，我说你个死老头子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大妈啊，您这籍贯是什么地方？东北清源的，可我在这儿住了30多年了呀。大夫，大夫，您感觉俺老伴儿是啥病？这个还得查。没啥，肯定是吃坏东西了。他跟俺们院那个张老头子呀，老在一起扭秧歌。那张老头子老家呢，就是大连的，搞不好呢，就是他们在一起偷偷的吃过海鲜。您好，看一下菜单吧。好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？没事儿。上午还好好的。赶紧点吧。我还真有点饿了。沈鑫啊，你着什么急啊？我还有话跟你说呢。
玲姐，走，吃饭去。马上通知开会，我有重大发现。哎，头儿刚才来电话说，他在外面吃饭。那就打电话叫他回来。哎呦，真是饿了。薇薇啊。喂，领导，你赶快回来吧啊！玲姐有重大发现。都急了。啊，知道了。不行，我今天还有事跟你说呢。那你说呀。今天我刚得到消息，我们的节目收视率排名倒数第二，现在台里又实行末位淘汰，这个节目一定会被取消的。所以，我想找一些有分量的题材做一做。你能帮我想想办法吗？我当然想帮你，可是我们那儿发布消息是要经过上级审批的。都在呢，都吃饭了吗？在你和你漂亮女朋友吃饭的时候，又有三例新的疑似病人被发现。如果等你们吃完饭的话，对不起啊，说说情况吧。我来，我来问啊。我有特异功能，能透视你手中的档案。哼，你去询问的那个女病人是个老大妈。这算什么呀？林涵早就知道。哎，你别急啊。那个老大妈的祖籍，或者她老伴的祖籍，应该是东北清原县附近。我们询问过病人的丈夫或本人，祖籍都在那儿，就是有个别例外，也是有那儿的朋友。哎，有点意思啊。还有呢？清原县盛产榛子蘑菇和毛皮。解放前就已经是毛皮的集散地了。里边请。这边。今天中午啊，我也是看时间差不多了，所以才跟那谁啊一块吃个饭。没想到。对不起，我对你的私事不感兴趣。都是儿子给买的呀，咋说不让买都不行。啊，都去啊？你说呢？来来来，这里边都是穿的。这件貂皮大衣啊，是儿子新给他妈买的。这个味道有点奇怪，得拿回去检测一下。先别动。哎，小琴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我现在正工作呢。好，先这样。
小陈，哎，那些病人家里的貂皮大衣都收上来了，来源呢？啊，朋友送的，自己买的，什么样的都有，好多人是为了保值，说是软黄金。喂，沈清啊，你在医院干什么？啊？你怎么了？思源，你看我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也这样？我到底怎么了？什么叫我也这样？你别着急，啊，没事。现在是怎么治疗？是这样，病人的感染程度比已经通报的几位都要轻，所以现在还是对症治疗。你们不要背着我说话。沈欣，你有没有一件貂皮大衣？有啊，怎么了？从哪儿来的？是我妈前些日子从东北给我带过来的。从东北什么地方？就是非常有名的沁园皮草。我到底怎么了？根据检验，在所有病人家收上来的貂皮大衣上都发现一种致病的化学物质，我们怀疑是一种糜烂性毒剂，所以今天我特意请来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李子民教授。你们好，我们对你们送来的标本进行了化验，可以确认无误的是糜烂性毒剂，也叫芥子气，也称硫芥。这种东西呢，自然界没有，只有人工合成。日本侵华时期，日本人就制造了大量的装填芥子气的化学武器，侵害我国军民。日本投降后，他们把大量的化学武器掩埋了起来。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，我们很多地方都不断地发现了这些化学武器，也经常有人被伤害。芥子气可以通过人体的皮肤、眼睛、呼吸道、消化道等途径使人中毒，除了使接触的皮肤和黏膜细胞组织损伤外，尚可自己物进入人体内，引起不同程度的全身中毒，使细胞的代谢和功能发生障碍，产生变性、炎症、坏死等病变。重度的可以造成休克和永久性的失明。那些糜烂性毒剂怎么会跑到貂皮大衣上去了呢？这些大衣啊，都是通过各种渠道从沁园流入本市的，牌子也一样，红梅牌。所以可以肯定，问题就出在沁园。我觉得我们应该立即跟那个厂家取得联系，查找这一批所有的大衣。那里的销售覆盖全国，这个工作量可大了。甭管多难，也要尽快找到这个糜烂性毒剂到底是从哪儿来的。老乡，清远那边联系没有？啊，我已经跟当地的 CDC 取得了联系，他们表示全力配合。好，那寻找新发病人的事儿你负责。好。来，往里请。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大家随便坐吧，啊！哎呀，我来介绍一下吧，这位是我们工商局的孙局长，啊，这位是公安局的马局长，啊，这个沈欣小姐主持的电视节目是很有特色的嘛，啊，我们大家都非常爱看嘛。先不谈我，今天你们才是主角呢。那是那是啊，这个，哎呀，两位大记者不要拍了嘛，啊，休息一下啊，你们放心，我们会很好的配合你们的，啊，这个，啊，情况嘛，我们已经了解过了啊，他们工商部门也已经展开调查了，啊，总体认为这个。啊，还是你自己说吧。这次嘛，是由政府出面
对皮毛市场进行了整顿，并没有发现什么有害物质吗？当然了，我们可以表个态，如果发现，我们当然是依法办事，严惩不贷。对不起啊，情况现在已经很严重。我们在这批东西里面发现了一种对人体非常有害的化学物质。到目前为止，它已经导致了11个人住院，其中有些人的病情还非常严重。我们迫切的需要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从哪儿来。能不能告诉我们，你们发现了什么有害的化学物质？是一种糜烂性毒气。是吗？除了生产、运输和销售，各个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。根子未必一定出在我们清源。坦率的讲，我们不是来追究责任的。现在随时有人可能会接触这种物质，随时有人可能会感染。感染他的人，轻度的皮肤红肿溃烂，重度的会出现全身中毒甚至死亡。我再重申一遍，我们需要马上开展调查，希望大家能够配合。皮草是我们的支柱产业，关系重大，我希望你们在下结论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再慎重。对不起，我们的职责就是出了事情予以关注，查找源头，找出解决的办法，给领导做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。我们想知道你们对这件事情怎么处理。我们已经开过会了，如果情况属实，属于投毒案件，由我们公安部门牵头，按照刑事犯罪的法律程序要进行调查。我既是这次事件的消费者，又是受害者。我母亲从清源买的皮大衣千里迢迢给我带过去，为了让母亲高兴，我穿给她看，结果却是我受了感染。你们想看看吗？我是目前发现受感染最轻的，这次所有的感染者都是通过大衣污染的，所以感染还都比较轻。如果我们不及时找到污染源的话，这其中孕育着的潜在危害是难以预测和估量的。可是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查清楚，如果你们不分青红皂白就给我们曝光，那对我们的支柱产业的打击那是致命性的，这个你们想过没有？这样吧，大家都不要说了啊，我来表个态，啊，无论是对你们 CDC 的调查啊，还是你们电视台的采访，我们保证那是一路绿灯，对吧？我们当然要为这十几位，啊，也包括沈记者在内的受害者，讨个说法，但是也请你们在报道此事的时候，啊，也能够以我们几百万父老乡亲为念，啊，一定分清极个别现象和我们整个产业状况之间的关系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公安部门会很好的配合你们。哎呀，马军啊，这几位朋友可不一定会领我们的情啊。哦，啊，人家可能还嫌咱们碍事呢。啊，是吗？哎呀，好吧，言归正传。需要我们配合的，我们是坚决配合，啊！如果不需要我们配合的，也不用打招呼了嘛。你们完全可以自由活动嘛，怎么样？责任地告诉你们，这件大衣就是我们厂生产的。
而且是高档货。如果您想按这种规格和档次要货的话，那价钱上您可要有思想准备。我还想请教一下，就这上面这味儿，它能去掉吗？哎，你们别。这个味道特别刺激，您得这么闻。哦，离远点。不对，怎么没出这味儿的东西？这是什么味儿啊？臭大蒜？这还是处理过的，要不然这味儿更大。你们在生产过程中能沾染上这种味道吗？干一辈子皮毛，没闻着个桌，厂子绝不会出这味儿的东西。请进吧。你们要找的人就是我，没错，是介子器，日本人留下的。还有这个，当然这笔账还得算在日本人头上。你为什么？我小时候家住在离这20里的村庄，叫刘村。那里的百姓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黄油，有人就用它点灯，结果有很多人的眼睛被熏瞎了，沾上的不是烂胳膊就是烂腿，还有人闻到它有一股蒜味就用手蘸着放在嘴里尝。渐渐的我长大了，我发现乡亲们的病是跟日本人留下的芥子气有关。有一天我找到了一个山洞，在那里我的眼睛芥子气的事儿，没有人管，说是一种怪病，影响他们的政绩，谁都不管。那这芥子气是怎么到大衣上的呢？让一下。是我撒的，快快快，
后退，你往后。坐吧。这些年，卫生局、防疫站、政府部门，这里没有人喜欢有人来查这种事情。那你带我们去山洞。这样吧，我这儿有张地图，拿着地图可以找到山洞。你们来了，我的事也就结了，毕竟我是一个犯罪的人。哎，大姐，你是晕车了？要么咱们靠边歇会儿。嗯，不用不用，谢谢。多远啊？不近。那只好走了。到了，就这儿。哎呀，哎呀，到了。哎，哎，哎，马师傅，这是三合二液消毒粉剂，如果沾染芥子气的话，必须马上在这里边消毒。就这么多了，你一定看好它，别让野兔、獾子什么的给撞翻了。
你们就别进去了，也没多余的防护服。你要当心。走。太累了吧？行吗？没问题。陈思远，你们发现了吗？陈思远，是介子气，小心！啊！怎么样了？快出去！啊！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没想到抗战胜利五十多年了，你居然又被日本鬼子的武器击中。是啊，我算是体会到了日本侵略者施加在我们前人身上的屈辱。不过好在毒源找到了。真对不起啊，没照顾好你。算了吧，假惺惺的。谁要你照顾了？你那么忙，那么多人需要你照顾。哎，其实你和沈欣挺般配的。行了吧你，赶紧睡觉。
起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下面请 CDC 的向洪峰研究员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次本市一共发现了9个感染者，这9个患者都是感染了一种化学毒剂，叫芥子气。你们好，沈西，好多了吗？这花送给你的，谢谢。这次节目播出后反响很大，恭喜你啊沈西，千万别说恭喜我，以前节目获得好评我都是沾沾自喜的，可是这一次我一点都不，因为方方面面都太沉重了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还得去录个节目，所以我要先走了。再见，好好休息啊，各位再见。哎，再见，走吧。谢谢大家，我代表观众，谢谢你们。再见啊。沈西，你快回去吧，好好照顾林寒，他是个十分优秀的人，我也会经常来看他的。
全力，因为爱所想披靡，在一起用尽全力，因为爱所想披靡。星空乌云挥之而去，因为明天还要继续，从不相信无能为力，相信你。幸福并不遥不可及，如果注定历经风雨，太多伤痛无所畏惧，不认输。我在追逐风雨无阻，因为在乎你，所有付出所有感动，只为生命的奇迹。在一起相信你，生命全力，因为爱所想披靡。星空乌云挥之而去，因为明天还要继续，从不相信无能为力，相信你。幸福并不遥不可及，如果注定历经风雨，太多伤痛无所畏惧，不认输。我在追逐风雨无阻，因为在乎你，所有付出所有感动，只为生命的奇迹。在一起相信你，生命的奇迹。星空乌云挥之而去，因为明天还要继续，从不相信无能为力，相信你。幸福并不遥不可及，如果注定历经风雨，太多伤痛无所畏惧，不认输。我在追逐风雨无阻，因为在乎你，所有付出所有感动，只为生命的奇迹。幸福乌云挥之而去，因为明天还要继续，从不相信无能为力，相信你。遥不可及，如果注定历经风雨，太多伤痛无所谓。